用木雕雕完了之后再去观摩，最后用树脂呈现，这样的话它可以数量比较多，大家以后要采会比较方便。这个计划是我们那个沈刚博真祥和的计划赞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孔子公仔的彩绘。还有一个社区运动很中心的计划，我们待会另外几个小朋友要做我们这个雷射木雕的一个色铅笔的彩绘，平色就可以省掉，不用上色。那其他的部分哦，我让你们自己天马行空，薄薄涂上一层，哦，等它干了以后再涂第二层，颜色会比较好看。已经白色部分已经画出来，让它干。但是水不用太多，太多的话，它干得很慢。